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238面啊，238面最后一行。在下为第五心无差别愿，咱将这段的原文念一下：端正净洁，色同一类，六心貌差别，又何透者不出正觉？这是原文，这个原就是心无差别原，原话各种众生容貌形色，色界端正洁净等同一类，仍有差别及好丑之分，这不成佛，这是原文的意思。咱48愿也无读完，这个所在这只是第5愿。对这个第5愿当中，咱啊就会当深深的体会到，极乐世界确实是名副其实。诸佛刹土内面，这无第二个，这是真的。你看第一观内面讲的，这是诸比较极处了。极乐世界无无鬼地界众生，第二观内面甲咱讲，对三恶道往生去到极乐世界，永远呢未搁再对三恶道，恶道众生临命终时一念。十念拢会往生，咱看起来有怀疑，咱啊这一生有佛有几十年咯，往生都拢无把握，为什么对落地恶道的众生，听到一句阿弥陀佛就会当往生？这个问题啊，事实真相，咱未当讲唔知影。也伫恶道内面，凡是这类往生的人，肯定过去生中，生生世世拢是念佛人，善根深厚。嘛，勇猛精进啊！为什么对恶多呢？临命终时，这个念头错误了，这个咱会当理解，或者是境界太深，或者是烦恼习气，一念不觉，去了无明啊。这就对罗三多，对罗三多的因呢，总不外乎贪嗔痴这三字啊。临终迄个时阵，贪心起来了，你啊放袂落咯。
啊，千回心生起来咯。呀、啊，有一寡对不起你的人，然后玩弄你的人，怀恨在心。啊，你临终想到这件代志，迄是无耻。临终的时阵袂歇咯，这嘛真多啊，啊，这也真多啊。现在所谓老人痴呆症啊。老人痴呆症就是啊昏迷啊，那是骨痴啊。这款的原因啊，伊也对三福德，地藏王啊菩萨，诸佛如来啊，这众生有感，伊敢会用呢？无论是伫地狱，是伫五鬼，是伫贴身，佛菩萨拢会用啊，有感就来用。这个时阵看到佛，闻到佛法，伊啊，这个一念觉就往生，是这款道理啊。人海人修行的功夫，绝对袂伫咱的下面啊。那不是说这个仙君亲佛哪有这么容易呢？人到天到遇到佛法都不容易用心啊，何况是三摩地，咱来当对这个所在去体会去理解，就会断疑生信啦，就会对有诸恶的众生也会起恭敬心，这点真重要，唔通嫌弃伊啊！无听到伊将来往生成佛伫咱的头前，也甚至讲咱看到一只蚊虫、一只狗遐。卖看伊讲现在是小动物啦、啊，是小动物。精神内面是低级的，精神多啊。无听着讲伊啊，将来生活伫咱头前呢，我也着靠伊来度我呢。这拢是真话啊，这拢是真正有可能的啊。诸菩萨啊，绝对唔敢轻视一个众生。成佛迄就搁较无例外咯。成佛啊是平等心啊，咱伫即关的内面有看到咯。啊，佛对于一切众生拢平等啊，像《华严经》里所讲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伊哪有分别呢？所以，啥人对一切众生最恭敬，成佛啊！成佛迄种诸生的内面的性德圆满流露啊！这真诚的心境兼好，这四字啊，百分之一百圆满显示出来了，如来地上这圆满啦。啊，顶甲菩萨甲妙觉位啊，也阁差一点，到妙觉这究竟圆满啦。有时咱就会想着讲，咱的修学啊，为什么会这么困难？不平等啊！啊，咱经底有讲的，清净平等觉啊，咱的心无清净，心无平等，啊，所以伊啊就是别离不觉啊，这就困难了。
这关内面有跟人讲，极乐世界众生，这个众生罪了啊！咱这地球上人口几十万亿啊，无罪啊！极乐世界人口无办法计算啊，只会当用无量无边。无所无尽来讲，也叫做世间对伊落呢？这下拢是咱的大梦想。有了世界是一大乌啊！每天入乌的人，唔知有偌济啊？对西方世界去。也去养生呀，多一寡人去养生呢，求化解众生啊。对西方世界每家养生的人偌济呢？但是你爱知影，伊每天毕业的人数也不得了，也唔知有偌济啊。啊，毕业是什么高位呢？妙觉位啊。回归上集讲啊，啊，顶格是无的，顶格也大地叫世界，大地叫世界的人，能怎样？实际上啊，这个实际上来讲，能讲啊，该是阿维瓦地菩萨，以华严教义来讲，对初住啊，十住初住到顶格啊。四十一位发心大师啊，这是多少叫世界的人啊？啊，咱六道凡夫，甚至讲恶道众生，往生到叫世界，就算是下下品往生，伊嘛是阿维瓦地啊。呀，咱就知影讲极乐甲华藏是丝毫差别都拢无啊！即讲即个讲各种众生啊，以众生特殊容貌形色啊，头前讲个三十二相，三十二相，我甲诸位报告个时阵讲啊真清楚。是世尊的方便说，为咱这个世界众生所讲方便说啊，实际上啊，咱在《大乘经》内面有读到，不心如来啊，心有无量相啊，相有无量好啊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啊，示现伫印度啊，随顺印度的民俗，因啊认为讲这个三十二相是好相，是随顺民俗来讲呀。极乐世界这不是古印度咯。印度书信太多了，所以咱来知影，大乘经上讲也是正确的。心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！啊，到极乐世界，你就宏莲大悟。色界端净，净洁。但咱念这经文啊，念这句咧，伊啊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咧？咱无办法体会啊。为什么呢？言语未当形容，啊，心思也无办法表达，所以是。言语多端，心行处灭了。
下面的这句重要啊，顶同一类啊，定是平等。每一个人的相拢同款，阿弥陀佛是甚么款呐？往生的人就是甚么款呐？个阿弥陀佛啦，绝对是完全同款啦。就是讲，凡生动机土，下下品往生。因为原文内面无讲凡生动机土例外，无这款讲法啦。这种的殊胜是不得了。头前三十二相甲咱讲过了，以三宝世界来讲呢，菩萨伫这边成佛，修行圆满，修到更加位了。也伫这边正啊，这个妙觉位啊，这个时阵，特别用一百劫的时间去修上好，专门修福。这诸位，咱伫即地都爱会当体会着，菩萨啦、啊，一向是注重伫慧、福、所福咯。这都爱用一百劫的时间，特别去修福。为什么？如果无福报，未当度众生。也接受众生啊，是都爱有大福报啊。啊，专轮圣王接受众生都爱有福报，大梵天王爱有福报，世间的灵王嘛都爱有福报啊。无福报，啥人会用福利呢？世间各王，古圣先贤甲人讲呀，因的职责是君亲师。三里，这是业职责啊。君是属领导，你该领导到什么所在去？亲呢？亲是父母啊。父母，你都爱好好去养育伊啊。你无福报，你哪当养伊呢？第三是老师啊，你无德行，你无智慧，你安怎会去教导伊呢？所以做帝王呢，做国家领导人呢，来具备这三个条件：君亲师三个条件。这个国家的兴旺啊，人民啊幸福啊。呀，三个欠一个都未用哩啊！啊，这三个条件那像是一个三足的定力吧？这会当这会当圆满，这会成就。欠一个，就会歪去倒去咯。若有差别及好跳之分，这不成佛。阿弥陀佛发这款的愿，伊现在已经成佛了。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啦，已经十劫了，可见伊每一愿拢兑现了。下面是念老甲咱的注解。出关先极乐国人，顶同一相啊，不有差别啦。啊，无听有人问讲，确实有人假问过，相貌拢同款，到底多只是阿弥陀佛？遐侪拢是同只相貌，啊，多只是阿弥陀佛呢？啊，咱这个世间双胞胎
都不容易去认出来啊。啊，哪讲这个世界上的人拢是同款的？啊，咱要安怎分类出来呢？这是咱凡夫会起这个念头，去到西方叫做世界，你有智慧神通，你绝对袂认唔对人。啊，都是尊是阿弥陀佛，都是尊是观音菩萨，都是尊是你的同参道友，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啊，绝对袂去认唔对。啊，西方世界徛起的这些人啊，厝啊，无一定是同款。为什么？随着家己的爱好伫咧变化，伊无归路，伊也无门牌，你去找到一个人也袂去找唔到。这是啊，真实的啊，神通啊，真实智慧啊。故贪恋大事物，这嘛是咱正宗古代的内面非常出名呀。伊不懂故，故下一行啊。这是讲他方世界，真咱娑婆世界同款，咱娑婆世界人的身体啊。这个身体、体质、身形、相貌是无同款啦，无同啊，高下一形啊。有人生做较好，有人生做较唔好，这就高下咯。高下一形是非一气啊，何人伫这内面生气？喜气、喜怒哀乐，生烦恼啊！形貌生较好诶，就骄傲啊；生较歹啊，就严重诶自卑感，这就烦恼生起来咯。这是是非一气啊，是非一气，中论三要。三有都是啊，六道轮回啊，欲界有、色界有、无色界有啊，有什么有业因啊？有因当然就有果报啊，你就未当啊出六道轮回啊。是故应大悲心起平等愿。就是为了这个缘故，这是法藏比丘在初发心的时阵，老师教伊的啊，也带伊啊，参访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。我以家己啊去选择，诸佛刹土内面好的所在，伊拢总处咯；唔好的所在，伊拢总个舍弃。也就是讲，西方世界内面有不如人意的所在，西方极乐世界全部拢无。有时西方极乐世界，迄就是多多地地接。西方世界诸佛成就的大成，这是一个集大成者。那升起这种平等愿呢，实际发起初愿是本因，在这古来所书大德给咱讲。阿弥陀佛，为什么有这愿呢？
这愿太好了，让我们往生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未搁再有这种的这个差别的缘，将咱的阿赖耶识内面烦恼习气给引出来了，你无啊？所以烦恼习气内面虽然有经济，西方世界无缘分啊，因无缘绝对未去现行。西方世界啊，三恶道的众生啊，去往生，永远都未够再对三恶道。那就把你讲出来咯。咱过来看下面一章的经文。五祖佛时，所有众生生五国家，诸地无量劫时，宿命所作善恶。这是宿命同源，该令动思。这四字是天眼同源，窃听。这是天理同源，视听的能力，下面讲了，第一，十方起来现在之事，不得习惯，不出正觉。所以这张文章无长啊，也有三元。啊，咱来看这念落的这个注解，文章明啊。明明是说明啊，彼陀叫做世界，叫做世界众生，孤呢孤是孤寂，孤寂第六宿命同源，第七天眼同源，甲第八。天理同源，第八天理通，通者心通即干清啊。什么是心通呢？这下面有说明啊，勇将。心意啊，所谓不切啊，为之心。勇占这两字，甲咱一般的讲侵入，意思是真接近。勇占比侵入搁较。会侵入什么呢？入心意啊！这个心意是一切众生诸生内底本来具有的，不是对外面来。换一句话讲呢？这种心意，在眼叫天眼，在耳就是叫天耳，在六根门头，《楞严经》内面所讲的放光啊，六根门头放光同地啊，用这个话来个形容。啊，什么人成就呢？原教初诸菩萨就成就了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恢复诸生的本能。啊，那每一个人拢有啊。现在啊，未当啊，讲无，
咱目睭也会看到，耳孔会听到。但是啊，能力显得较真细，个目睭隔一张纸就看无咯。耳孔声音小可远一点啊，嘛听无咯。佛讲咯，咱的本领，咱的目睭会当看到变化界、虚空界。这能力无咯，那咱的目睭也会有这个能力看到迷尘内面的世界。呀，现在量子科学家，伊也是照着科学仪器呀，发现量子的存在。好，甲人讲诶，无需要用仪器啊，咱诶目睭没用仪器，也会看到量子的活动。这什么时阵呢？经典内面上讲的，那地菩萨以上啊，啊，这个八地到底是原教也是别教的？古代这个讲法是无同。啊，咱学行的这个功夫也够不足，但是在这么多年大乘经教的分析，咱也加减有一寡体会，啊，应当啊是别教。别教的八地就是啊，原教的第八支啊。啊，初诸菩萨，伊就破无明咯。无明是什么呢？起心动念，也就是讲初诸菩萨六根的六尘境界内面。就会当啊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这无明破了。啊，起心动念都无啊，当然都无分别执着了。啊。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拢总有咧，这是六道众生。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无执着，这是四性法界众生。起心动念啊，转去，就啊是法界。真是一真法界啊，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内面的众生，西方极乐世界新五国家就是这所在。一无明破咯，无始无明的习气啊，无断尽。所以这个四十一品习气啊，无始无明的习气啊，分作四十一品啊。呀，咱啊想到这个第八支啊，灵鹫佛嘛甲咱讲咯，第八支就真生这个第八地，非常接近啊。啊，咱加减会当去体会到一挂，
所以呢，咱都有智慧、心通、道力，甚至讲福报啊，拢未显现，拢唔通放喺心内。为什么呢？咱那个诸佛如来是圆满呢？咱大家啊，拢总拢是同款的啊。找无多一人会较低一点啊，啊，找无讲多一人较减一点啊。你啊，真正参透一句话咯，你的心慢慢就恢复平定咯。诸佛神通、道力、智慧隆重现前咯，伊啊得受用咯。咱啊，今仔日是因为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的障碍，未当讲无，伊啊透一点啊。也透伤少咯，跟咱的希望啊差距真大，就袂当怪别人，爱怪家己。为什么买是家己买啊？唔是别人叫咱买啊？我嘛是家己我的。佛菩萨无办法带咱觉悟啊！啊，真正是个人因果，个人承担吗？啊，佛家上讲的啊，佛祖上山，各自努力啊，啥人也袂当代替啥人。这是菩提道上确实是安尼生啊！阿弥陀佛，甲咱设立种种的方便，无伫咱这地球，伫西方叫做世界。啊，咱地球上诶，当啊有一个好缘分，建立一个好的道场，就亲像当今时阵，庐山慧远大师，咱净土宗第一代祖师，伫庐山建一个念佛堂啊，东林念佛堂，这净土宗开始啊，甲伊老大人斗阵咧念佛修行咧，123个人。大家拢成就啊，无一个无成就的啊。中国净土宗对这来开始的，元光当年在世，所以已过经典，咱来知影。只有一部无量寿经，那迄个时阵，弥陀经、甲观无量寿经，应该是来到中国来咯，但是无翻作中文，拄拄啊来到中国，无啊翻作中文啊，所以伊啊，迄个念佛堂。就是根据无量寿经，用什么版本，咱就唔知影咯。因为无量寿经来中国最早的汉朝时阵来啊，汉译的清净平等觉经，但是也有安世高所翻译的失传咯。安世高翻得真好，伊用意译甲鸠摩罗什大师同款，咱啊中国人非常的欢喜伊这个翻译。不少这藏经内底有这个目录，主是找无咯。
所谓不切，这是讲变化。你看这个天眼呢，那一般人啊看无的啊，你看到咯。所以呢，那你天眼那是亏咯，天眼那是亏咯。这个世界就变咯，亲像科学家所讲的，无共位处空间啊，你全部拢突破咯。亲像西方极乐世界咯，诸佛菩萨你拢看到咯，天龙现形你嘛看到咯。啊，罗刹修罗立马看到咯，五鬼地藏立马也看到咯，全部拢伫咧眼前啦，一点仔障碍都无啊！啊，你看到刚经的道场，哎，都唔是这人咧听咯，咱肉眼看袂到的众生，比咱唔知影要加偌侪倍咯。时空都破了，障碍无了。这个都是所谓不切啊，未知心啊，所作不用啊，自在无碍啊，又是障碍，这是通啊，也无障碍咯。啊，心通有六种。实际上就六根啦、啊，称为六通。第一个是宿命通，宿命就是讲知影家己啊，记起生生世世，这个能力恢复了后，你就知影咯。经常上讲阿罗汉会知影五百世。这是修通啊，修宿命通啊。咱知影阿罗汉的三种烦恼内底，只等一种，见思烦恼放下了。你看，伊啊，这个能力啊，就恢复了。你知影家己过去五百世，嘛会知影将来的五百世。这是阿罗汉宿命通的范围啊！阿罗汉的天眼啊，会看到一个小千世界。小千世界有偌大呢？黄连老啊，有甲咱讲啊，确实伊无甲我讲以前。咱拢有误会，咱以为讲一个单位世界是啊，一个是太阳系啊，甲伊也当作单位世界。伊是一个研究科学，伊甲我讲太阳系也是讲未通，为什么呢？我伫经常讲啊，遮尔清楚。一个单位世界的中心是苏米山啊，你太阳是随着苏米山的转的啊，那太阳系成为单位世界就未当成立咯，这话讲啊真有道理啊，太阳系是随苏米山在咧转呢，而且形容甲真好，伫苏米山腰。啊！现在科学家甲咱讲啊，太阳实际上是随着银河系咧转，真正是伫个即个银河系即个中央啊，
啊，云和系像一个底下同款，太阳系伫只云和系中啊，伫咧旋转啦。啊，你是佛经上所讲的这个须弥山，就是云和系中心咯。现在咱知影咯，云和系中心是乌东啊。有啊，真正大的这个引力的乌东啊，连光都袂当存在。更多可以输得起咯。所以老技师啊，有甲人讲，但为世界是云和系，这就大咯。一个小千世界是一千个云和系，阿罗汉的天眼。看一千个云和系，看个清清楚楚。经常有些形容，亲像观江中的阿摩罗果，阿摩罗果放伫手中心内底，你看个，但毋是看真清楚咧。伊啊，看小千世界，就是一千个云和系，看个遐尼清楚。就亲像看江中这款物件同款，阿罗汉啊，愈气气咧，伊这能力就愈来愈扩大咯。我所看到呀，迄真正是无量无边、无尽无数咯，无迄个看袂到呀。啊，什么时阵叫做成佛？起心动念放下就叫成佛了。所以，伫《华严经》原教初住菩萨，实际上成佛了。伊的能力，甲诸佛如来拢是同款啦。也伊拢总看会到了，那是讲无讲。无讲是究竟各位看个清清楚楚咯，无够究竟啊！四十一位啊，发心大师拢看到咯，每一个人所看的清晰度啊有差别。为什么呢？又无明习气，无破尽啊。有清晰度差别的无同，拢看到，无讲，无一个讲无看到呀。啊，伫这个进程，人讲四性法界咯，声闻啊，阿罗汉的见量就不如严格咯，严格就加一倍咯。你甲看卖，声闻见修千，眼见修千，辟支佛就见中千，菩萨就看到大千世界了。大千啊，是指这三千大千世界啊，一个佛国度啊，佮起去。那就唔止一个大千咯，看到诸佛如来国度咯，天眼通如是，其他嘛是安尼。比如阿罗汉，会知影过去五百世，你几乎就知影一千世咯。菩萨的知影就更加远咯，天理通啊，他心通啊，伊啊心是别人起心动念，你拢知影。啊，咱读到这段呢，各位同学有啥物感想无？有感想无？
西方极乐世界人，每一人心通广大，咱若起心动念，伊拢知影，袂当瞒伊啊。你也起一个真正弥勒的念头，家己也唔知影，西方极乐世界人无一个唔知影。啊，你敢会起恶念吗？啊，咱会当瞒别人，会当欺骗家己，极乐世界遐个人啊，一个拢袂当去甲欺骗咯。何况啊，人有讲个嘛是真有道理，毋是假。古条三尺有神明啊。唔通掠做讲家己起心动念无人知影，唔通掠做讲家己做这呀不善的代志无人知影，这是你自欺欺人呢呢啊！天地鬼神啊，拢嘛知影，诸佛菩萨更加免讲咯。啊，所以咱看到这门更拢藏起来咯，绝对也唔敢起这恶念啊。心足通跟老尽通，心足是变化，修行三个啊，就得到了。这个都要对最初这种能力发现，修行初果，天眼、天逆这两种出现了。但是范围不大，比如说这看，伊啊，这个天眼啊，无障碍，这个壁无障碍。这个大楼，咱坐伫遮，看到下面，咱这个第十一站，看到下面第十站，人活动拢会看到啊，看隔壁拢会看到啊。迄能量并不真大，小夸较大，比如讲在伫个香港，经过香港伊看到，佫较大一点啊。会看到几十里、几百里，啊，早年我伫台湾叫做莲友念佛团，王天明老技师创办的，我伫迄边有功绩。弥陀经所抄，这个老技师是将军退休的，抗战期间伊是将军，那就是一个中将。伊甲我讲一个故事，是真的唔是假？因啊，抗战期间，朱红伫江西。山顶啊，有一个老道道士道长，有一天来甲伊讲，叫伊那都爱搬厝啊，甲伊讲这个三天后，这个所在会发大水，会淹去啊。啊，伊按怎看都看未出来，一点啊现象都无啊。可是老道住伫离遐无远，伊就派人去看咧，看老道是毋是有搬。真正这道长伊搬去咯，伊搬去山顶去咯，伊就感觉讲这有什么道理，就警觉心咯。到第三天，可能山洪爆发咯，真正水淹去咯。所以对这道士啊，真佩服，道士神通啊。啊，佫有一摆，这老头佫甲伊讲，
伊啊，看到蔡冰洋啊，伊讲真远的一个所在，迄、那个所在有战争。啊，伊这人是军人啊，战争的消息伊拢真灵通啊，无啊，伊记迄个方位，大概距离啊，有几落千里的款啊。无这款的现象，那像经过三四个月，日本人偷袭珍珠港，甲伊这个方位方向是同款的啊！哎，伊就是奇怪咯。珍珠港战争也未爆发，那伊讲三四个月的战争啊，伊就互看到咯，这是天眼呐、啊。伊这个天眼是修来啊，啊是修来啊。西方叫做世界，这种天眼是本能啊，唔免修啊。你只要去到西方叫做世界，你就有具足咯。而且这个能力是甲佛啊同款的啊。啊，咱知影，这个甲佛同款，伊唔同是初住啊、离住这个等级啊。那就真了不起咯！甲佛所看的是拢同款，只是无佛看甲遐尼清楚。大概啊，也拢会看到啊，无看那遐细致就是啊。这是真的啊，唔是假啊。迄个时阵，我拄啊有分，时间也无久啊。我这四十多岁，迄、那个老技术差不多将近八十岁了。老人甲阮讲这个讲故啊，亲身经历嘅，伊讲是真嘅，唔是假。这是啊，心通变化。一啲，我门内面啊有一部书啊，是叫做啊《心经端》。实际上是对高精端接录落来啊！啊，高精端内面分量真多，历代这高精有实现呐、神通这款书籍，佮伊也编做一个啊，叫做《心经端》。啊，阮少年时阵爱看这故事啊。多一个人啊，我未记得咯。心经端内底当查会到，有一位对印度来中国弘法的一位大师，伫中国待未少年咯，伊要转去咯，伊在信徒真多啊，听讲这个大师。就会回国咯，有啊，真侪人啊，就请大师要改践行，厝内面来供斋啊。啊，大师嘛答应咯，所以这个供养的这些人啊，拢欢喜啊。哎，你看后日大师啊。就要离开咯，明仔载我要邀请伊来应供，伊来阮家来，啊，拢非常欢喜啊。到第三天，到十二登顶去上行，人是足多吼，有一千多人来上行啊。啊，上行的人啊，拢真欢喜啊。哎，大叔啊，真看我有气，昨昏伫阮兜来强灾，迄人讲，哎、欸，唔对啊，伊昨昏伫阮兜呢，那伊讲伫恁兜呢，啊，一个串通的时阵才知影讲，伊啊，同一个时间用五百个强用分身呐、啊，啊，即知影讲这个法师有这本事，伊会分身五
百外的身，同时应五百家的供养啊，咱就知影咯。伊啊，最低阶位是三果阿那含啊，阿那含才有心足通。伊啊，才做会到阿罗汉，当然是过无问题咯。啊，这项代志，李老师也捌甲我讲，中国人有福啊，中国人甲佛有特别的缘分，佛教传到中国来，经典翻译遮好，甚至是超级梵文，梵文的经典。为什么呢？环境才会发书，里面真多拢是佛菩萨再来啊。地位最低的三个圣人，就是阿那含嘛。参加浴场最低阶层的是三个圣人啊。伊要去倒去找这福报呢？所以，这个世界上其他文字翻译的经典，实在讲，无办法甲中国文来比啊！中国翻译个都是啊，出自于圣人的手啊。所以，咱呐现在学佛，咱提倡一定都爱学文言文，用两年的时间将文言文甲学会好，文字的障碍都无咯。你会当直接去读，唔免去看别人的翻译啊！啊，无困难啦、啊，真正想要学，四个根甲定落去，爱做到，这个四个根是概率啦、啊，应该得定，一定开会啊！这四个叫做根本戒啊，儒家的《弟子规》，道家的《感应篇》，佛教的《十善业道》跟《三弥陀仪》，在家拢会当学《三弥陀仪》，无限制在家人。在家人会当学啊，一四个根甲定落去，也过好好去背两百篇的古文，你障碍就无咯，德行有咯，问题障碍无咯，你会当个直接去读四库全书咯，去读大藏经。你爱会当真正了解古人啊，甲咱定的这个规矩，这规矩真重要啊！你会当相信，袂怀疑，依靠奉行，十年你就有大成就咯。中国古圣先贤啊，常常咧讲，今年修行啊，学期内面有啊。你期学期来都有啊，九年大成。修行是什么呢？咱佛法讲三昧啊，你学不能修经的，得到念佛三昧；学华严，得到华严三昧。我发华，你这个发华什么？这修行啊，大行是什么呢？大行是开悟咯。就算讲无天悟，大悟是真可能的。到大悟的时阵，
几乎一切经啊，你只要一个接触就通达了。就有这能力，无障碍。为什么智慧现前呢？开我就是开智慧啊！古圣先贤传的这个方法，祖师大德的方法，未骗人的啊！真想要成就你啊，你不相信就无办法咯。你爱比你家己的一套。唔相信个人，迄、那个责任也是家己来负责啊。那依照个人呢，十年无可能啊，无成就诶。呀，咱话倒转过来看卖，佛门内面历代即个高僧大德，因啊真正成就，放下理性，度书立说。在什么时阵？三十岁时阵，啊，三四十岁刚经说法，度数真多啊，太多了。啊，这个历史给咱拿做见证啊！啊，咱现在这个教学的方法，学的是外国人的。咱开价真大，上大动咯。啊，外国人讲科学技术，啊，咱家科学技术看作万能啊。外国什么物件拢比咱较好，咱丧失去民族自信心，今仔过这么艰苦的生活。民国初年，孙中山先生讲三民主义讲甲真正好啊，内面一句话，但是就是无人讲啊。中山先生讲，我国除了机器比咱中国较好，科学技术比中国较好，除这以外。其他无一项啊，会当甲中国人来比。讲到政治哲学，外国人都爱向中国来学习。啊，英国的文官制度都是学中国的。孙先生是一个明白的人，伊毋是糊涂的人啊！唔过即句话我真少听人咧讲，我感觉三民主义即句话是最精彩啊！中国古圣先贤教人，甲佛菩萨教人。以迄套方法妙绝了，第一时间会乎你大成就，乎你对世出世间法无一项未通，你才有能力自度度他。啊，咱现在人做未到啊。做未到，有一个不得已方法，就是、你老师传给咱的，自行感通，咱无办法做到，只有求感应。用什么求？真诚心，自行真诚到极处了，会感通啊！除这个方法以外，无过其他办法了。自性对对来，对清净心来啊，对真正放下来啊。啊，烦恼习气未当放下，情执未当放下，你行啊，你就无咯。你用什么去干吗？
放下万言，清净心现前，有感就通啊。老真通，老是一个比如见思烦恼啊。见是见解啊，见解错咯，思想啊，换一句话讲，你看错咯，你想错咯，这叫见思烦恼啊。佛有甲伊啊，归纳为五大类，好讲话。第一个看错的啊，就是讲以为啊，身体是家己。我讲这个错了，身体不是家己啊，身体不是我，身体是我所有的啊，不是我。你把身体看作我，这是头一个错误，你看错了。第二个是偏见，偏见是对立，两边啊，真梦是两边，空有啊是两边，厉害是两边，陷落败是两边，你甲看麦，咱拢生活伫两边的这个世界内面，外国的这个科学家讲相对论啊。佛法里面啊，无两边啊，两边就错了。什么才是对？一体是对呀。佛法啊，阿未来到中国进前，老子迄个时代，佛法啊，阿未到中国来，老子讲过：天地五母同根，万物五母一体。既然同根，既然一体，哪有对立呢？所以对立这个看法是错误呀。第三个错误，成见，成见什么？自以为是啊！啊，成见内底有两种，一个是因相的成见，一个是果相的成见。因相的成见叫做盖初见，果相的成见叫做见初见，这错误了，看错了。为什么呢？清净心内底啊，无念头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要有什么念头呢？要有什么成见呢？分别执着就是成见了。阿罗汉彼此佛这些物件，因拢无了。啊，想错啊，嘛是有五大类，贪嗔痴慢疑这五大类啊，拢是错误呀。无啊，你下当啊，将这五种错误的看法放下，五种思想内面的错误啊，也甲放下，就见思烦恼拢总放下，你啊就证阿罗汉果咯，老真通就现前咯。好比一个器皿，一个茶杯，这茶杯是完好的，无漏无破损的。咱若兑水啊，真方便。若讲伊内底破去咯，咱水兑落去拢漏去咯。佛啊，将这个漏啊，比如做烦恼，你啊有见思烦恼，甲你的自性内面的功德全部拢漏去咯。出这意思做比如啊，
所以老金呢、啊，这就通了。爱家欢乐长金，这地放下。头前五种全部就固着咯，唔那讲固着，伊个能量大幅度提升咯。下面讲初六通中第六位圣，圣啊是指阿罗汉，老精通只有阿罗汉证着。前五通凡，头前五个凡夫啊，拢有啊。以生亦可得之啊！以生是啥物咧？毋是人啊！前世有修行咧，伊还得着鬼神，伊还得着。三界诸天皆可啊，依果报啊！你自然感得整五种之神通啊！你唔是修啊？鬼神嘛是啊，鬼神伊也唔是修啊，伊是不得的啊！伊有修通，也就是讲五种啊，拢有他心相命，天理天眼啊，这个心足拢有，能力无大，比袂着修行的修行人，修行正果迄无共款咯。因这个能力真强真大，人天不敌的，拢袂当甲伊来比啊！只有老精通，都阿罗汉以外，其他拢种拢无。但那不能得老精通，这都是都阿罗汉以外，因拢袂当得着老精通啊！此老精通为圣者所证，此断尽烦恼，方为老精。这烦恼就是咱拄则讲的见思烦恼。咱出外境界、出外思想，完全甲修行过来咯。这个能力啊，就恢复咯。下面讲了，金应注意者，应中极乐众生所苦之痛啊！这特别介绍啊，来介绍呀、啊，这是啊，老居士观巧五经论中禅定定所得者，这句话是真的啊。释迦牟尼佛第一切经里面所讲的禅定，禅定决定的神通，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人，就是凡心当寄托，下下品往生，伊所得的神通，拢超过各种的禅定所修的，拢未当啊，甲伊来比。例如凡夫之宿命通，这个凡夫是讲啥人？讲这个讲无色界天人，这是最悬的啊！伊所修的四禅八定啊，这叫做世间禅定。伊个宿命通知影家己过去偌济世，八万劫啊！你看，这不得了了。
这就是修禅定啊。这在六道里面啊，到家定禅咯。但是未当出去啊。八万劫的这个寿命，就是伊的定功啊。伊啊，到八万劫，伊的定会失去。失去了后啊，伊个烦恼个起现形咯，随业流转啊，随着伊个作业，伊个对落落落去啊，伊六道内面轮回啊，所以啊，这个都唔是究竟的办法啦。啊，八万劫啊，伊对去倒位呢？大概是数钱吗？四禅，咱讲第四禅，头前三个无算，第四禅加一个四空天，寿命到的时阵啊，差不多拢是坠落去地界啊。这是咱中国古人所讲的，爬较悬啊，摔较重啊。伊为什么会坠地界呢？伊误会咯，伊俩做工。第四禅四空天，就是啊，佛所讲的般涅槃。般涅槃永远呐不生不灭啦，证着究竟的果位。也无想着讲到迄个时阵，伊烦恼也过会现形啊。有时就怀疑咯，佛菩萨啊讲的是假啊！你看我已经证到这个境界。为什么烦恼也会起来呢？这个念头啊，生起来，崩佛崩法崩精啊，是诽谤三宝的故事啊。唔来家己诽谤，影响别人啊。伊唔是真正涅槃涅槃啊，老真啊，才会涅槃涅槃啊。你这个般涅槃呐，伊就超过六道，六道就无了，就超过六道了。伊这个伊无超过六道，所以啊，伊会当怎样讲？八万劫，八万劫以外，伊唔怎样咯。一路世界人，金文无量劫者，好呀。比如世界生起那边的人是来估一个做例呢，说明通能抵无量劫，真正是无所不抵无所不能啊。为什么呢？该以极乐众生众佛本愿力，力故大乘不穷之通，故万性有玩笑呀。这讲出来咯，伊呢心通的能力是万苦阿弥陀佛愿力啊，就是这观的加持呀，本愿力的加持呀。这个法门是大乘，大乘当中的大乘啊，无比殊胜的一乘法。伊啊，诶，祖祖连连呐、啊，故作不穷之通，甲大乘是无同款的，超越大乘咯。所以玩性玩笑啊。凡夫，这是讲四禅天甲四空天，这是凡夫内面啊，无通的能力啊，上界管的啊。啊，修行呢，这是讲这个包括是阿罗汉，也包括辟支佛，拢袂当啊，甲伊来比的啊。下面这是日本真界月，
小行经五通，唯一自根本定的。自根本定就是四禅八定。啊，是以这个得到呀。老真通以四禅以至中间的三无色，这个三无色呢，无色是指无色定，实际上是四无色，文中三字或者四字之五啊。因为伊有四禅八定，四禅是有啊，四定啊，四无色天嘛是有四种禅定，以四个界位合起来是八定。乃色界之四禅，有无色界之四无色定呀。那是伊一个啊。啊，大乘呢，以一切禅色灵寂。所以修行的定是啊，依啊，这个四禅四空啊，佮气气提升叫做九处地定，你念经里讲啊真清楚。这个定功佮向上提一级，伊就超越六道了，正阿罗汉故咯。啊，正这故伊就未得六道咯，就超越咯。依到四乘法界去咯，就是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那是一步一步的向上提升咯。啊，智慧神通啊，道力啊，也都是讲得到向上提升咯。今此经所说，大义无比说，无量寿经顶面所讲的。甲大小乘拢无共款啦，一切人天甲依呀，佛愿为所依，也毋是依四禅八定，也毋是讲依大乘所修种种禅定，毋是啊，完全啊是依阿弥陀佛的愿力，四十八愿啦。所以净宗祖师大德常常地讲四十八愿度众生啊，阿弥陀佛这个四十八愿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一切人天该以佛愿为所依，这个一切人天是极乐世界完成动机土，你无六道，伊只有人天两道。啊，这个人天两道内面有三倍九品，下下品龙星也无例外。我闻阿弥陀如来本愿力。为正常言，这就是念佛三昧之所依啊！啊，念佛人得三昧，啊，三昧是禅定啊！啊，都是咱这部经经对顶面讲的清净，清净心现前咯。清净心现前，六种通啊，拢有咯。遐咱六种通无发现出来咯，啊，你家己一定都爱知影，你也未到个这个标准啊，你的心无清净。心为什么未清净？哎呀，见思烦恼无放下，都立地之地啊！念佛呢，确实无需要
真正将见思烦恼放下。伊的见思烦恼放下，甲一般修行功夫是拢共款呢。净宗所谓大业往生，是断掉烦恼力啊，得到念佛三昧咯。可是有一个条件会记哩，大家拢疏忽咯。你爱有能力将烦恼伏诸啊，所以啊，伊讲伏烦恼唔是断烦恼，伏烦恼是念佛功夫得力咯。所以念佛按有念法，一定都要知影。从门讲的这句话，甲净宗拢同款啊，就不怕念起，只怕家己啊。啊，念头起啊，唔管你这个念是善念是恶念，唔管，念头一起就错咯。你看善恶敢是两边呢？唔管伊是善是恶，念头一起来，第二念就是南无阿弥陀佛。就该换过来咯，就搁在会向念佛啦。未向念佛的人，一边念佛啦，一边要你起妄念，这个未向念佛的啊。这就说明什么？你对不调啊？你会好好会当将烦恼个对调，这叫功夫成片。这叫得清净心，为什么呢？心内起心动念拢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以外，确实无一个杂念。这叫功夫成片，这叫念佛三昧啊！这个境界里面都有啊，修通发现咯。啊，这个功夫愈得力。我无念佛的时阵，妄念也未起来。念头唔是无有啊，也是你这功力改啊，低调呀。这念佛也向念咯。从门个大德勘验学生上讲，你会向你未？净土宗也无例外，你会向念未啊？会念就有路用啊，未向念就无路用。五大德观真好，伊讲迄个未向念呀，靠念弥陀心善乱呐、啊，化破那熬夜妄念呐，连一世人拢未当啊成就，到最后也是啊，免不了三途苦报啊。啊，但是一世人念佛，如果是真用功，在三途里面也可能拄到佛菩萨来接引你啊，就亲像咱头前即段所讲呀，三恶道的众生也会当啊往生啊去极乐世界。念佛的功德绝无同观呐、啊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可是一定都爱学会向的啊，爱学个真正有把握，真正有本事。咱啊，这一生成就啊，特别是现在，你看世间社会上啊，常常传闻啊，2012灾难就现前咯，2012啊，咱现在是2010，真紧就到2011，那愈来愈接近咯。念佛人唔免惊，灾难来咯，念佛人会平安啊，会免起这个灾难，就是讲未当免，未当免就来去极乐世界咯，佫较好啊。真正转来去咱岛咯，看看48个偌好，都是世界当比咧。啊，所以念佛人是一丝毫的威胁啊、恐惧都拢无啊。
心平气和。也按这个时间认真来修行啊，一波无量寿经啊，一句六字洪名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老师个念落去，咱就会成功咯。也有志同道合，大家斗阵。哦，上面的真好啊！要那无一个人买用呢，买个新酒啊！要有时间就念佛，念佛来向念，就是声声呼呼，拢会将梦想十念加佛珠。这个在真正会向念，绝对唔通讲一面念佛一面来打梦想，哎就错了。下面四赞讲了，四赞文，三明祝念成佛愿，四无合掌得神通。其用当无忧劳闲为，所以啊，这个忧劳闲是讲思想不定啊。这是讲往生的人，三明更加是了不起啊。啊，明比头前讲的通，佮提升一级，通到极处就明啊。三明啊，都是六通，完全通达明了，无障碍。四合掌。这神通四合掌是往生的时阵，最后这念阿弥陀佛，蒙佛接引啦，真够极乐世界咯，自然成佛愿，就是讲，就是指这愿的加持啊。你这个神通，六种神通的能力，甲诸佛如来拢是同款啦，啊，无离无别啦。国彼国天人之通，非修得者，伊唔是修来啊。不太修，你注定成就；又不懂悟，诸天不得我通。鬼道内面，鬼神也是报着我通啊，但是比诸天还佫差真远咯。佮诸天来比，鬼神的这个通啊，是小通。因啊，唔是，伊唔是修来啊，无需要修这个啊，自然就会得到。乃以弥陀之修德为因，以如来愿力而修得安乐自然之不得，是以性无相夺之不得。这是啊，讲伊的殊胜的所在，伊也是太殊胜咯。四经如就是四相定，伊未对假呀，会对这个四相定啊来修这个神通音，伊啊是
依托是西方旧世界，因阮生得是孤部，不也落雨啊？我是在修就会跌掉咯，实际上是将智慧、神通、道力，拢是自性内底本来的德能啊。了祖慧能大师开悟时阵讲：“好其自性，本自具足，就是具足智慧、具足神通、具足道力、具足上好，是自性内底本来有的啊。呀，阿弥陀佛是以伊的愿力来给咱加持啊。”那咱烦恼习气确实无长进啊，这个能力无现前啊，咱所得的力还是得到阿弥陀佛，以老大人过去咱的经常看到的五戒修行啊，用这种修行的功德加持咱的啊。咱就得到了啊！现在啊，为什么得不到呢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为什么到旧世界就得到呢？现在得不到呢？现在啊，所以得不到，是你现在心浮气躁啊。也心未当静落来啊！你去到极乐世界，你至少就会得到清净心，实际上清净平等觉全部现前。呀，迄个所在环境好啊，绝对是无一项啊代志，互你看袂顺眼的啊，听啊袂入耳的啊，不可能的啊！所以你去到极乐世界，你会感觉到舒舒清心如意啊，袂通讲啊，你心自然就定咯。啥物妄念都拢无咯，佛的加持，你才会当啊接受咯。如果咱伫现前伫这世间，咱确实会当将这个分别执着放下，我相信现前啊，咱就会当啊接受到阿弥陀佛啦，本愿的加持咯。现在就会得到咯，起心动念无办法咯。起心动念，你都爱去极乐世界。起心动念才会当转去啦。无到极乐世界，起心动念是袂当转的。这个道理，咱啊真冷静的去思维观察，就会当理解了。这在大乘教里面叫做解悟，这不是正悟啊！解悟会当帮助咱断疑生信啊，坚定对净土的信心，坚定对净土的愿心，也知影讲家己要按怎去用功，怎样去念。所以呢，这种殊胜的果报，确实，世出世法内面拢去找无呀。
面啊念到甲咱讲啊，有佛、菩萨、甲理性，是神通有多种无同啊。因啊现这神通啊，真该古代成义中文。伊拉宽狭不同，如第七说，就是第七经里面讲的，经文二千国土为同境界，严格三千国土为同境界，都只咱冇讲到啊。可是下面讲了，严格三千国土为同境界，成文是二千国土为同境界，今经中即以亦那由他必切佛刹为同境界。可见差异之深啊！这是讲天眼甲天理啊。地理多少不懂，理性一心一足，不能众多。也就是讲，声闻缘觉。伊来立定，伊才会起神通的作用。比如讲，咱伫地藏经里看到，公木路啊，啊，知影讲，然后木造作的恶业，一定是会对地狱啊，无把握。去找着阿罗汉，供养阿罗汉。求阿罗汉，我一看因讲因老母是伫倒一道，阿罗汉入定啊，出定了后，甲伊讲，恁老母是伫地狱啊。一个拄着困难咯，伊都爱入定，伊若无入定，伊都毋知影。所以，你行一心一足，一拜一拜立定，一拜一拜观察啦，未当众多啊！诸佛菩萨一时能化现十方世界一切色相，一时能现五处之身，这无同款啊！诸佛菩萨有这个能力。当时啊，化现的是方世界，就亲像普门品里面所讲的，用伊什么心，最多伊就现什么心。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也伫当时、当处、当时一处。拢会实现啊，无障碍。一时啊，能现五处之心，这五处就六道啊。六道内面什么款的心，伊当时会当啊现，有这能力。阿罗汉就无这能力咯。理性化现大心，不能立效；化现小心，不能用大。这是讲大小无同。可是的诸佛菩萨现大心满三千界，
灵异大神入一定中，化现小神入迷尘，灵异小神永受一切，也永受虚空法界啊！这得到大自在咯。呀，这个所在跟咱讲的诸佛菩萨啊，这种的能力，在西方叫做世界人人拢有啊。有佛菩萨，有一切色物，大灵立孝，孝灵永待，理行不灵啊。这个经文大句啊，拢嘛是实话。哇，一句话讲，生到西方叫做世界，自性的智慧啊、德能，几乎拢是圆满的回复了。啊，虽然见思烦恼不断，是阿弥陀佛本愿为心加持的。加持到什么时阵？加持到你明心见性，加持到你啊，无始无明破了，我就未过加持你咯。为什么？你家己全部拢现出来咯，无加持也会现出来。啊，如果自性那无，我就加持未到咯。你自性有啊，唔是无啊。呀，那无是绝对得袂到加持啊！所以学佛的人头一个爱深信不疑啊。世尊的华严里讲呀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咱大家人拢有啊，你爱有这个信心嘛？啊，咱伫这个世间修行，因为烦恼习气真正太重了，想要断，真正想要断，伊就断袂去啊！阿弥陀佛是给你帮大忙咯，先去倒位去，咦，拢总拢会恢复啊！你讲这样你好的所在，敢会当无去呢？敢会当无赶紧去呢？哪有这道理呢？这是真的，不是假啊！世间末日佛未骗人啊！哪个要骗人？甲诸位讲，中国人就聪明呀、啊！这是现在世界的人啊，肯定呀、啊！我头一摆去美国，那就是1982年，沈家正老技师邀请我去纽约去讲经，我去到去暗暗时，伊请我食饭，啊，坐港岛的有几个美国人。因甲我讲，伊讲较早澳洲人对中国人轻视啊，认为讲中国人无文化，不如因啊。现在阮知影咯，伊讲全世界一个一个来比，比聪明，中国人第一。因现在肯定啊，中国人聪明，一个一个来比，中国人第一；两个两个来比，伊讲犹太人第一；三个三个来比，伊讲日本人第一。后面问我一句话：为什么中国人未团结呢？
我当时立刻就回答伊啊，上帝安排啊，因为拢是基督徒啊，上帝安排啊，伊先讲，真是上帝安排，我们中国人团结，恁敢有饭通吃？啊，大家笑起来咯，这个问题就化解咯。你看现在外国人因认识中国人咯，真聪明啊！如果佛经上讲的是假啊，老祖宗早就该摆脱咯。哪会当传到今仔日呢？世世代代啊，咱的老祖宗拢讲爱证据证明啊，照这个修行有证据无证着咯？你看净土圣贤咯，华王圣端内底拢有证实咯。诶，敢是假的呢？你讲参禅啊，有禅诶，大彻大悟诶啊！五顶会员1700公案，真正毋是假啊！啊，经典传承录，也咱呐将即个禅、甲教、甲净土甲合起来，我相信即个2000年来啊。真正依照大乘佛教修行的人，绝对是超过10000人以上，真正成就的，唔止10000啦，肯定超过10000以上啊！哪会当是假的呢？啊，咱今仔都疑咯，是咱家己唔相信啦。咱家己的业障太重啊，对老祖宗的话怀疑无相信啊，个是伫家己啊，这个吃亏受罪啊，是家己的承担啊。啊，今仔日时间到，咱就学到这地。